毛巾上哎、欸，这一间是偏恐怖哎、欸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蟑螂而已。又跑出来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多。还有。是有旅客须知，睡眠前请确认房门已上锁。遇警察临检时，请注意非公共场所，警察不可随意进入临检。如强行进入，可提出告诉。应该很多通缉犯、逃犯或者是什么的，他们会坐在这，所以警察会不定时来这搜查这些人。没有任何一间饭店会先让你看这些东西，告诉你怎么避警察。江湖事我不能说太多。这看起来很可怕，很像鬼店呢。他们今天就是找了有别于台南的饭店系统的烂住宿。我们本来找了一些就是其实蛮可怕的啦，但是竟然会客满，有一间已经倒了。这一间的话就第三烂，可能位置比较多，它就有房间。可是我还是很害怕，而且我今天月经来，而且他又帮我们升级其中一间双人房。遇到的老板人都很好哎，都帮你升级。那我们会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帮他平反啊。如果他做得很好的话，对，我们是很公正的。他们态度蛮好的啊，只是比较年长一点嘛、啊。对，蛮亲切，像阿姨的那种。对阿姨。不过我觉得电梯里面的光明度是 OK 的。电梯前面的这个区域有点霉味，后面地毯很脏。哇，这是谁啊？这房间有人吗？太大的浴缸淹没我了。这个画不行哎，这个画我会不行，这个画不行。这个那边有是神秘的山脚哎。我都已经生锈了，你看好不好？好可怕，我不行。冷气声音好大声哦，它死掉了昆虫，就是一进来就有垃圾。Oh my god！他们怎么没有打扫啊？我觉得真的好可怕，真的好脏哦。台南的是灰尘重，这里是有虫，有虫，然后还有怪怪的感觉。房内设施非常破旧，门和门把上的表层斑驳，屋内电线缠绕且裸露，防落网中间还破了个大洞，跟鬼屋一样。这个浴缸是两泡吗？感觉像是要有人要干嘛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我不要赔了，我不要赔了嘛！你这样搞我心，我不敢碰啊。你是看错吧？我八四，我八度四，大吗？有人说他在毛巾上哎，这一间是偏恐怖哎，你快看，这墙壁已经腐烂了耶！哎呦。你先过来看那冷气孔好不好？我觉得他们的功夫都在床上，因为他床真的铺得蛮齐。破洞了，觉得这边还可以啊。看看下面怎么样？一点点脏脏的，没东西。这边有头发，你看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蟑螂而已。又跑出来了。走啊！走啊！变 Discovery。哎，真的很多。还有。我这是在上面爬了。还行啊。好多灰尘哦，好恶心哦。这冰块结成这个样子，好可怕哦。哦，我看到白色的东西，是棉被。骂的棉被。等一下，里面什么？也还好。再喝一口吗？这2400哎，这要2400，是的，而且一个晚上。插头还线，手机充电。哎呦，我觉得我惊吓指数破表哎，我可能没有办法。那我们看那个电视有没有电？上面都灰尘。哦，有了。好，可以关掉。那我们去看升级的吧。Let's go。这种内容哦，我们没有办法做。你不是要做系列？没有，不做。我们有一天会招音啦。好可怕，超冷的，那些超可怕，它有掉一个白色的一个绳子。你看桌子，超脏的，是有旅客须知，欢迎光临本饭店，请务必花几分钟的时间内将本须知详阅，请勿于房内剧毒、喧哗、吸食鸦片、吗啡或其他代用品。睡眠前请确认房门已上锁。遇警察临检时，请注意非公共场所，警察不可随意进入临检，请出示搜索票，否则可以拒绝进入临检。如强行进入，可提出告诉。应该很多通缉犯、逃犯或者是什么的，他们会坐在这里，所以警察会不定时来搜查这些人。如果你要躲在这里的话，有人来敲门，或是有人要来冲的话，他们有搜索票是不能进来的。其实我觉得这间房跟刚刚那间房相对下来比较干净一些，可是都不便宜耶。
我跟你讲，他要保障你逃犯住的地方啊，不是老大叫你来这边躲的，要么就是这边有关系，你躲在这里的话，警察不会冲这间。没有任何一间饭店会先让你看这些东西，告诉你怎么避警察。江湖事，我不能说太多，也不关我的事情，我只是一个检查有没有干净而已。或许我们就好像会听到隔壁房间什么什么声，你看那是不是是子弹的孔？他间不会通缉犯，就这一间才是确真价实的通缉犯来住的。我刚说外面这几天话，你看着就很恐怖。没有，就真的没有说，你只能用这些话，只能用话术跟他你喊他一下啦。那江湖话术还是有啦。多少钱？还是有吗？可以骗一下，赶快安全过关啦，不会伤到我们。你在这里不会被那个，通缉犯不会要求他的整洁度或蟑螂，因为蟑螂跟警察比起来，蟑螂应该是不可怕太多。水龙头会自己开交响乐，门自己还会开，一定要把那扣扣起来。床很可以，棉被也不错，还有备用的在衣柜。睡一睡会有烧焦的味道，隔壁在烧东西。对，天花板滴水滴整晚都没有停过。目前是没遇到这个问题。地点很方便啊，但饭店老旧，设备没有更新，充满了烟味，很多死掉的蟑螂啦，包含在床单上都是有蟑螂的。这样一晚4000块，真的贵得有点夸张，非常不满意，连一颗星都不想给，因为他给的不是一般人睡的，是有需要跑路的人可以来这边先躲的。这间厕所就很小，另外那一间是按摩浴缸哦。那间其实算是真的是 VIP 房哎，我能睡在这吗？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。你觉得呢？有人敢睡吗？我是怕被榴弹打到。我也是。现在12点了，我们要去哪里露宿啦？就是亡命之徒的日子啊！要做可不可以给2间正常一点的房间？你说我们都正常了吗？我点到为止，我教你怎么讲话术啊！他不会觉得你很奇怪？我被他们吓死。你在隔壁也有1家。刚小秋说，为什么这边有地下？我说应该是房客有洗衣服，清洁人员都比较矮啦，所以拿不到。怎么换的新的一间？上面有一堆东西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什么？有，一间是比因为2间都好了，你不觉得空气就比较好一点？很正常，看它的体温。你看联盟头。上间真的是趣味性，可这间真的是多了社会的阴暗面。那怎么办啦？你们觉得要真的枕头能睡吗？好恶心哦 ！Oh my god！ 跟他讲要换啦。我可以躺，我躺充分身上。你有抢到一根东西吗？哎呦，现在怎么办啦？有选择了，睡了。可是我还是想要盖棉被。这应该可以盖啦，我觉得蛮干净。反正你明天就要体验贵妇的一天了啊！今天体验通气饭的一天。刚很多欧巴上类，老大的妈妈啊。你是原本怕这饭店不够烂？对啊，但其实我以前混的时候，我也不会混到那么差的饭店。明天几点走？6点。好吗？哦，全身开始痒了啦！是不是早上睡那个汽车旅馆？是我们走好了啦。你觉得嘞？你都躺下了，绕跑？你要绕跑吗？很想回车上去。你想在保时捷里面坐着睡，还是想在通气犯的房间里躺下睡？有机会塞一个那个五星级饭店吗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卸妆啊，我脸好痛哦。你脸好红哦。我说你被我们团队吓到吗？目前应该算有哦。有。大家早安，怎么样？睡得好吗？是不是还蛮好睡的？我真的很累。而且它这个冷气都不能调，都坏的。只要一打开就超大，真的睡起来床是 OK 的，但我没有躺枕头，因为我知道枕头太脏。过一个晚上之后心得如何？所以应该可以待一个礼拜吧。好评如潮，我们要离开咯，拜拜。